我们还需要一个，我觉得配备齐全的，直接买这边的吧，我觉得应该是会锁那边。 我觉得这一圈资本会很爽，所以你骑着，会有点打那个，对，我们，你的太饱了，吃个两，没开过，OK，我们太 lucky 了，就站这里吧。看，站到站站，我觉得站前面拦线吧，两个大殿，两个大殿。我把它卡在这个门口。我想说站上面。把这车开到外。你那边也要圈外，我们还是站上面吧。然后里面有大殿。哪里有大殿？这里啊，这边。 OK，我车开错位置了，因为这是圈外，我只想去赌一下路而已。对啊，停车好。你在那边开车，你在赢人是不是？那时候这里有人来打我。不会，我就位置很好，不会被先打。对啊，我没有。可以加很。 你在抽谁？哦，看到了。还是我们去那个蛋塔？那个蛋塔？说完再看看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是怕说完就没位置去了。下来白给位。打不到，那边有那个啊，打不到。打漏，我倒一个。我看。 左边还在，左边还在，白给位，快点！他躲进去，还在白给位。干什么？好强！可以丢你的大给。一蹦打90。妈，这石头后面，是蒙仔，妈的！好了。 看全吧，又破门的吗？拜托，哎，爽哎！对啊，那个蛋塔是，还是我们去楼下，我们去楼下好不好？楼下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这一层啊，我觉得上面有点危险。不会啊，等下再下去啊。你下面窗户还是打到外面啊？哎，这边白给，靠白给。拿。 刚刚不露头，让我凑一下。我护这边，我护这边。跳走了。好爽啊！这一队还在吗？还是他就是跳走了？他，对，被带过去了，独狼，是不是独狼？独狼。对。你的甲嘞？哦，我想说你的甲怎么样？甲给我。 敢超屌的，抽人魔人，哇！一次死两队，一次灭两队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石头后面那个资本那一队是走了吗？如果走了，要去吃那个孤狼吗？我把那个门打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敢好北蓝哦，老子就是。 哎，这边出来了，白给位，快打！飞走了，就是刚才那个孤狼。嗯，孤狼，没事啊，故意把他们打爆，这样子才能偷抽他。那边在打，爆甲一个。这里两个在屋顶，你抽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
还要坚持。飞了，它、欸、起飞，不要抽，不要抽，浪费。我好了。飞过来了吗？哎、欸，看可能会撞哦。然后哎，打落打落，那个超落，飞的超落，飞的超落，可以打可以打，他们要撞脸的。他们会撞。上来可以了。赶快里面往里面抽就对了，看能不能抽到人。我只是往门里打而已。对，往里面抽，往那个门里面抽看看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起飞之瓦机，打喽！他挂了，他挂了。知道你们打到了。哎、欸，那只孤狼包跑去哪？然后他变上面，他也是雷帕特。对，我大概是孤狼跑去哪兒，我后来就没盯他了。这雷帕特是大没攻了。我去楼下啊。好、啊欸。他们在哪？可以帮我拼一下吗？拉过来，拉动。下去好了。我们会被他们打哦。我们先往前吧。他们在圈内。靠，怎么办？想办法破进去。我们飞到他们屋顶，我们飞到他们屋顶。红甲，红甲，爆甲。我先补一下，我先补一下。干，我快死了。还是我们从前门飞他们屋顶。我们要行动了。哇！行不行？我们行不行？赶快进来！干命呀，连我三小，我要拉灯。打了打了，不用救了，不用救了，活该！你拉走拉走，你听走了，听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找人？你听走了，你听走了。我们直接推过来。对。哦。所以二零这角色还是不太熟。你就玩你熟悉的、啊，我熟悉的就机器人和这只，和那，对吧？比较常玩的。